更半夜孤身潜入顾府，你意欲何为啊？顾府？什么顾府？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流落街头避难还得挑地方。你拿我那么多银子放着好好的客栈不住，为何要屈就这么一间破宅子？那你就是太不了解我了吧。我这个人出了名的铁公鸡，三文钱买个烧饼我还得看薄厚呢，别说这个破宅子，坟地我都住过。这么厉害？那我告诉你，这间宅子的主人是曾经谋害皇嗣的太医院院士顾存勖一家，被皇上满门抄斩，罪大恶极。那咱们这位皇上真的挺仁慈的，这要是我敢谋害皇嗣，我一把火先把他们这宅子给他们烧了，让他们家人魂魄都不出可疑。真狠。